阿弥陀佛是怎么帮助我们的，我们要清楚。阿弥陀佛帮助我们也不容易。第一个，无界修成的四十八愿，无量界修成的功德，积功累德了，用这个加持给我们，帮助我们换一个地方修行。戒引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只有善没有恶，你想起个恶念几乎都很难。为什么？他让你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都是满足你的需求，你在那个世界里的没有丝毫障碍，没有人走，你六根接不到我的缘分，所以你一个恶念都不会生气，他只让你起一个念头，阿弥陀佛，再以这一个念头让你有缘帮助变法界虚空界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离苦得乐啊！啊，像阿弥陀佛那么慈悲，像释迦牟尼佛那么慈悲，到十法界到六道里面现身说法，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没有障碍 啊所以到极乐世界真的福慧双修，不会中断。没有障缘，没人障碍啊！无量界来冤亲债主都找不到你，佛光照耀你，所有一切恶缘不能进入佛光啊，善缘会接触，恶缘不能接触，佛力加持啊。那么以上种种说法以及是稳妥，说法稳妥，罪报追随，故辗转三途，内劫难除，痛不可言。祖师大德教诫我，我们要记住啊，为什么？因为为师二人也是仓库里面所存的不爱神明记录，
生同名，这两位尊神不妨碍他记录，神明的记录也是为时所限，所以内外读记之说，为啥？啊，意思是告诉我们，自是内心天生外起，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你相信，你自然从今天起断一切物，修一切善，不再有恶念。好，跟阿弥陀佛的愿相应啊，信念持名，求生净土，必定得生啊，生到净土。阿赖耶识里头这些东西渐渐会消除，会转变。为什么？阿赖耶也不是人的，真的只有真如自性是真，永恒不变。阿赖耶一转变就变成大圆一智，不可思议啊！转八识成四智，转阿赖耶成大圆净，转莫那为平等性，转意识第六意识为妙观察，转前五识为尘所作，你看八识就转了，这好啊。啊，如果不懂得转识成智，是怀疑我造的这些罪业能转吗？你跟你讲他不相信，他天天怕果报现前，怕灾难现前，灾难果报不能避免。八识没转动啊，可是我们要不靠定阿弥陀佛，实在没指望。我们转世成智要靠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才有效果。